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159页，159页第三行看起，第三行。由上可见，前面呢所说的念佛之人，由弥陀所牵制25菩萨，于一切时拥护加持，又有大势至菩萨等，威德摄受。佛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故得远离磨难，安稳修持。这个几句话了，我们要记住，是真的，不是假的。事出世间最吉祥的事情，无过于念佛。最殊胜的事情，无过于念佛。一切这些灾难魔障都不会干扰你。如果有魔障来干扰，你要认真反省，问题不在外面，一定是自己信心不足，还有怀疑，愿心不足，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所以菩萨保佑你，诸佛护念你，你自己这里有障碍，出问题了。如果自己信心十足，坚定不移，这话句句是真的。我们有些人说，我们念佛了，佛菩萨说加持不灵啊，还是有冤亲债主来找我，还是有很多磨难来找我。从这里起疑惑，丧失了信心，怨佛菩萨不灵，不保佑不加持，这是罪上加罪。不知道啊，错在自己本身呐，佛菩萨没错。中国古人教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非常有道理的。只要出了问题，问题不在外头，自己认真反省，把自己的毛病改正过来，问题就解决了。怨天尤人，一点点小事情就怨天尤人，这个罪过就重了，罪过就大了，就错了啊。前面我们读过《十往生经》里头佛说的，这个就在前面，佛说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派遣25位菩萨拥护这个人，行住坐卧，无论是昼夜，一切时一切处，
啊，这25位菩萨护持他，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这个话我们应当地心佛言，要真正相信啊，何况还有大势至菩萨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只要看到是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他都摄取不舍啊，决定帮助他远离三恶道，得生净土。啊，《弥陀经》上说的，闻是经受持者，受持是真干呐、啊。啊，就闻诸佛名者，这个诸佛名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又念佛之人呢，有四摄离光明诸身，魔不能犯呐、啊。啊，真正一个念佛人，居住在这个地方，他的光照四摄离。啊，四摄离之内，这个里头人都沾他的光，都蒙他的福。这个地区没有磨难啊，所以这一段说，这是这一段的总结，故得远离磨难，安稳修持，仗他力故。这个他力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化险为夷，称为易行道啊。修学这个法门呢，只要真心，没有怀疑，没有杂念，一心一意专修，很容易成就。啊，我们举了一个历史，过去大家都记得很熟的，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地仙老法师的徒弟郭鲁江，啊，这个人的命多苦啊，生长在农村，不认识字，没读过书，啊，什么都不会，啊，靠学会了一个补锅补碗这么一个手艺生活，这种生活抗战时候有，我们见过，仅次于乞丐，比乞丐稍微强一点。啊，真可怜呐！啊，40多岁，找到了小时候的玩伴，同一个村庄生长的地仙法师。小时候玩伴，哎，看到他出家不错，有吃的有穿的，有房子住，啊，就要求要跟他出家。啊，在那个时候，40多岁出家难啊！啊，出家住在寺庙里，
最低限度的五堂功课要会啊，那五堂功课他就学不来啊，他没有这个能力 啊。另一个途径就是讲经教学啊，他不认识字，这条路也走不通，两条路都走不通，寺庙怎么能住啊？到最后不得已到宁波乡下找了一个废弃的小庙，没有人住了啊，地仙法师让他住那边，只是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那你会念吗？先会念，会念就行。你一天到晚就念这句佛号，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不分昼夜。他听话，他真干。你看三年，日知时知，站着往生，这成功了啊！这样的人三年都能成功啊！这个成就正如地牢法师赞叹啊，老法师真赞叹，老法师不随便赞叹人家啊，赞叹他了，没有白出家了啊，你的成就啊，说天下红宗言教的大善知识不如你啊！啊，红宗是禅宗的大德，言教是讲经说法的这些法师，没一个能比得上你。这叫智慧。又说，天下丛林宝刹方丈住持比不上你啊，那是讲福报啊。红宗言教的是说智慧，他们那些人智慧福报都比不上你，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谁能比得上啊？像这个样子，在中国历代世世代代都有这样的人啊，做一个弥陀弟子啊，念佛求往生的示范给我们看啊，这种人叫做正传。你不相信，我做证据，我做样子给你看，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能够向这些人学习，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没有一个不往生啊。啊，凡是不能往生的，他那个障碍的根不外乎三种，放不下嘛。一个是名，一个是利，一个是亲情，这三样有一样放不下。阿弥陀佛派来二十五位菩萨不见了啊，护法圣神也没有了啊，你自己有障碍，你不是真念佛，
你不是真求生净土啊，你在这个世间还有还舍不得离开啊，你的情执还没断啊，所以你这一生呢还继续搞六道轮回，极乐世界去不了，跟锅炉匠比天渊之差了，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啊，这下面说，或以谈他离为着相，应知他离也是自性的。自他不二，自他完然呐！大乘教里头有说到啊，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啊。这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两句话说的是一体，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自性弥陀，我们同一个自性生的，一体。极乐世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唯心净土，心是自己的本性，性是自己的自性啊，自家精心自信的心性不是外头来的啊，自他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这些都不要被人几句话说了心就动摇了啊，信心就失掉了。啊，这个地方讲得好，因他心，他心是因他力，阿弥陀佛的力加持的力量而显自性，把我们的真心念出来了，妄心念掉了，真心就透出来了。妄心是妄想分别之主，真心是什么？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真心，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自己的本性，要明白这个道理。从有念呢，一入无念，真是本法深妙处啊！本法是念佛方法，深妙处啊，是无量寿经的深妙处啊，是持名念佛的深妙处啊。几个人知道？他要知道，他就不会动摇了。他还会动摇，还有疑惑，他不知道啊。是故弥陀要解人，此之法门，全在了字了他即字。这话说得好，了是明了，明了阿弥陀佛就是自己。啊，中峰禅师《三十七念》里面讲得非常好。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就是讲的自心弥陀，唯心净土。啊，你还在分自分他，就错了。你还有分别之处。啊，这是什么？分别之处没放下了，通通放下，让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就是锅炉匠的成就。啊，我们可以说锅炉匠一类的成就。若慧眼他佛，则是他见未忘，叫分别没忘啊。若偏中自佛，即是我见颠倒，这是什么？执着没放下。啊，希望我们把执着、把分别通通放下，功夫就得力了。啊，这个之间不能放下了，我们念佛功夫全都破坏掉了。所以弥陀想加持加不上啊。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不老实。佛想帮忙帮不上。下面第四段，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就赞叹这个法门的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159页倒数第二行，复无念与无声，语言非凡夫之所能，凡夫做不到啊。无念是自己的念头，念念相续，前念灭了，后念自然生了。不但凡夫做不到，阿罗汉辟支佛做不到，全教菩萨做不到，设法界里面的佛也没做到。啊，当然凡夫做不到。原教八地菩萨，这是什么？说能做到的人，不是别教啊，原教啊。啊，原教八地，别教八地只等于原教八住。你看利一切行一时分别，使得真得无生法忍。这个地方这一句利一切行一时分别，就是法相宗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这是原教八地菩萨才能做到。啊，这个时候才真正是无念，真正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所以实名真得无生法忍，我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
啊，可见呢，此乃圣者之所难。啊，大圣才能做到啊，七地以前都做不到啊。是安能弃之于居夫凡夫？啊，居夫就是烦恼居住，一瓶也没断，他怎么能做到？啊，是以善导大师四帖疏曰，啊，这个四帖疏是指的《观无量寿佛经》，啊，善导大师所做的注解叫四帖疏。啊，这个经上讲的十六种观门。啊，《观无量寿佛经》主要讲的是念佛往生的道理。啊，其次呢，讲念佛往生的方法，讲十六种方法。持名念佛是第十六种。啊，最后的一种是持名。啊，善导大师说，今此观门等直方而立相啊，住行而取进啊，总不明无相理念也。这个法门不说无相，不说理念啊，真的直方立相。直方专指西方，立相西方有极乐世界，西方有阿弥陀佛，不是无相啊，不是讲万法皆空。啊，这个就我们好学了。啊，住心取静，我们心要不安住一个地方，心就慌了，心就乱了。啊，凡夫的心杂念太多，妄想太多，他心住在妄想上，住在杂念上，所以很杂很乱啊，这个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啊，带来了苦难啊。啊，我们今天就是综合过去所讲的摩诃止观第八卷，跟我们讲啊，病有六缘，啊，我们讲的杂念，杂念妄想啊带来的疾病呢，众生有病不外乎六种原因，第一个是四大不顺。四大是地水火风，叫四大不调，人生病了。啊，第二种呢，饮食不节，啊，暴饮暴食，啊，不知道节制，特别是现代的饮食，染污严重啊。啊，肉食那个染污更不必说了，都带着病菌啊，就是连蔬菜稻米现在也麻烦，
它有农药化肥，人长期吃用都会带来麻烦。这属于饮食，这直到现在染污多种。啊，第三呢，坐禅不调，不懂得调心，不懂得调身，坐的姿势不对，坐久了坐出毛病出来了。啊，那么这个三条都是普通人很容易触犯。这得找医生，那让医生帮助你调理。第四种啊，鬼神得病，你的心行不善，鬼神来叫你造罪业。那为什么？他是你的冤亲债主。他报复你，让你多造一点罪业，你多受罪。第四种啊，魔神相扰，这是什么？这是一般是修行人啊，修行人呢有冤亲债主来扰乱你啊，这个里头最厉害的是天魔啊，天魔是第六天的天主波旬魔王啊，他不喜欢人修行正果，不希望人离开六道轮回啊，你在六道他欢喜，你离开六道他就愁眉苦脸。他会干扰你。这两种我们用真诚心，用恭敬心，鬼神魔神都不能得其便。为什么呢？真诚恭敬跟他不相应啊，他是虚伪的，是欺骗人的啊，所以我们有护法真神啊，他不能来干扰。第六个是恶业所起的病，这个病最麻烦。你看，不是属于生理的啊，不是属于饮食不节啊，是也不是冤亲债主来找麻烦，这自己造的罪孽造得太深，引发的病，这叫业障病啊。业障病医生治不好啊，你要找冤亲债主啊，你超度他们，他不是这个，不是这种事，与这个事情不相干啊，也没有办法调解啊，不是冤亲债主找麻烦，这是自己业障造的业太重了。只有一个方法，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真回头，真信净宗，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行。我们看到一个好例子，宋朝迎科法师就是这个例子。他是自己造的罪业很重啊，真正忏悔，他晓得他要不能往生，决定堕阿鼻地狱。
啊，想到阿鼻地狱，他就害怕了。啊，所以他真干，是不是假的？啊，你看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这例子太好了。啊，恶业所起的病啊。阿弥陀佛跟他见面了，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等你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啊，盈科法师这个时候智慧就显现了。啊，他要求阿弥陀佛，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外面诱惑，外面一引诱，他又去干错事了，那十年不知道干多少坏事。啊，所以不要了。啊，现在就跟佛走，佛跟他约了三天之后来接引。他三天之后真往生了，没有生病啊，啊，自在往生了，啊，这是恶业所感的疾病，这个方法很有效，啊，恶业起的病呢，医生治不了。我们用什么超度的方法结缘世界也治不了，它不是这一类的。啊，自作自受，自己忏悔就能治病。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大小乘经典里的佛都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把你散乱的心集中在一点，特别是我们都集中在阿弥陀佛，这个能量多大，什么都能治啊，这有信心呢、啊。这么有信心，那自己的受苦受罪啊，啊，自己有坚定的信心。那这个下面我们把重要的写出来了。啥起肝炎病，杀生啊，杀生太多，吃肉太多，你的肝容易得病，外面呢眼容易得病啊，眼看东西模糊看不见了啊，刀其肺鼻病啊，不义之财，用不正常的手段得来，这都是属于道啊，财物据为己有，会容易人引起肺病啊，鼻病，淫欲起肾病、耳病，妄语起脾脏发病啊，舌根生病，饮酒过度了，容易得心脏病，得口病，犯五戒，就是杀盗淫妄酒通通都有，而且都过分了，这个人五脏五根肯定有病啊，但是持戒呢
也能够动业成病啊，持戒念佛很好的人有时候也会生病啊。这生病是什么原因呢？人中清暴啊，这是他有很重的罪业，应该有重报，因为他持戒，因为他念佛啊，他回心向善，所以重罪轻报啊，不是不灵，是此事业与谢故病。谢就是那个罪业快消得差不多了，快要消完了，有这些病的现象出生。业病有很多种啊，需要细心去观察、去检查，把病根找出来，然后你就有办法对治。啊，总的原因不外乎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源。你看有因有缘，果报就现前了啊，脏腑失调，天地变异，脏腑失调是内，我们的身内，天地变异是外面自然灾害，这是病苦啊！啊，疾苦、短命、自然灾祸，这是一切病的报，我们这用因缘果报。通通都是自作自受啊！啊，后面这一行希望我们有警惕，有这个毛病改啊！啊，悲恼伤肺，人常常有伤心的事情，有烦恼的事情，啊，容易得肺病。怒火伤肝，常常发脾气的人肝会有毛病啊，烦恼恐怖，我们现在讲压力，这些东西上升啊，恨上心啊，你怀恨恨人，实在你恨人顶多啊，他影响的是三分，自己伤自己的心是七分，不值得了。你把账算清楚的时候啊，害人真的人家受害是三分呢，害自己是七分呢。啊，所以古人劝人呢，害人之心不可有。啊，连防人之心也不要有，有什么好防人的？没有好防的吗？啊，防人也伤心啊，啊，也很操心的，不用提防，修善尽德，比什么都好啊。啊，怨伤脾胃啊，这是古人常说的。下面呢，恶念不善，恶的念头、不善的念头就起灾，这是我们身外的，我们居住的环境啊。现在这个世界灾难很多，怎么来的？是恶念不善的心行所起来的，
不是自然灾害，大自然是最健康的，大自然是最美的、最完美的，怎么会有灾难呢？啊，一切灾难都是人为的，人的心不善，行为不善，所以贪起水灾，尘起火灾，痴起风灾，慢起地震，疑起山崩地陷，落尘地陷，这就是现在常有啊。啊，幕后是药，怎么治法？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文化，无常，佛家的无界是善，六合念佛是一切病药，我们只要把后头这一条做好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身心健康，居住的地方不会有任何灾难发生。啊，把仁义礼智信做到，把五戒做好，十善做好，六合做好，一心念佛。啊，一切疾病灾难通通没有了。啊，那么这是今天把它汇集起来，共享供养我们的同修。啊，这个印出来了，我们这里可以多拿得到。啊，大家都可以多拿几份去送朋友。所以净宗他不是讲空门，他是跟你讲有的啊，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念佛真的往生净土，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如来玄之末代最诸凡夫，末代是末法时期，现在是末法时期，众生造罪业啊，无逆十恶，地球严重染污，我们身心染污，大地染污，啊，我们依赖生存，受染污，啊，衣着也是染污。现在到了很严重的时候了，啊，这样的凡夫，立相助心尚不能得，啊，这个是。立相助心这个方法在佛法不是最高的方法，是这个方法都不能成就，何况立相而求是者啊，那要叫你立一切相即一切法是根本做不到啊，那是大乘，上上根人才有分啊，上中下三根都没有分啊，四无数通人啊，好像没有神通，那些普通人居空立世，让你在空中造一个房子行吗？不行啊，没有这个能力。哎，可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行，
你希望你的房子在空中，真的在空中。啊，希望它在地面，它就在地面。啊，极乐世界人人都有这个本事。啊，我们这个世界不行。啊，再看下面一段，我们通通看解。啊，黄念祖老居士的原文。盖以众生妄心，念念相续，如急流水呀，从没暂息。啊，这是先从比喻上来说。啊，我们世界的众生，啊，他的妄念，妄心就是妄念，前念灭，后念就生。一个接一个，从来不间断，啊，好像很急的流水，从未暂息过。从什么时候呢？从我们最初一念不绝，这个念头起来了，到什么时候它才熄掉呢？到成佛，你没有成佛，这个念头就不会熄掉。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念头没有了。念头没有了，此心就现前了。啊，这个念头叫无始烦恼，啊，叫无明，无始无明烦恼。这烦恼也不是真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把它当作真的，肯定认它是真的。不知道他是假的，啊，亏就吃在这里。什么人知道他是假的呢？八地以上，八地以上，这个境界他看到了，他完全明白了。啊，看到当然就想把它断掉。你看，还要经过九地、十地等觉、妙觉，才能把它断干净。不是一看见就能断的，还要经过相当一段长时间呢。啊，真断了，那就是妙觉如来。他修行的这个场所，十宝庄严图不见了，没有了。啊，这个时候，指的方不见了，立的相也不见了。这是如来究竟的境界。你看，自然真的，啊，一点都不操心。那现在我们不是八地以上的境界，我们今天的境界就像此地的四句话说的，念念相续，如急流水，从未暂息。啊，是今日勉强的按捺，你勉强地把它按住，止住它。初念呢，虽得稍息，啊，修定，
持咒念佛，这都是把它按捺。初念好像没有了，细念从未沾止啊，细念你不知道啊。阿罗汉修行不简单啊，四果四相，八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相当长的时间啊，把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不见了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见思烦恼来的，见思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他算是醒悟过来了，做了一场噩梦，醒过来了。醒过来是四圣法界。他所看到的是声闻、缘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三途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他从秽土里头跳出来，升到净土了。那净土中细念、粗念没有了。这个执着是最粗的念头。分别细了。在四圣法界里，阿罗汉断习气，辟支佛断分别，分别断尽了，辟支佛成菩萨了，菩萨再把辟支佛的习气断掉，那就成佛了。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我们就很清楚，见思烦恼断了，习气也断了，尘沙烦恼断了，习气也断了。华严经上讲不分别不执着，连分别执着习气都断了，这个人是什么人？十法界里面的佛。他现在要断的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修什么功夫呢？修不起心不动念，不是不看不听，一看一听虽看不起心动念，虽听也不起心动念就是外面境界清清楚楚，里面如如不动。这个修成功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十法界还是一场梦。第二次梦醒了。十法界不见了。眼前是什么境界呢？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叫一真法界那我们晓得十法界的佛把无始无明断掉了，无始无明习气没断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怎么来的？就是习气变的。习气如果断掉了，十宝土就没有了。可是习气非常难断不像见思的习气，不像尘沙习气，那都有办法断。无明习气没有办法断。
因为无明是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没有了，你用什么方法断它？你想断它，又起心动念了。所以在这个层次修行，就是随它去吧，别去理它，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这个境界里叫无功用道。古人说此处用不得力。你一用力你就堕落了，你就往下堕了。一切恒顺自然。在十报图里面修行，实在讲只有一个障碍，不能回常寂光，就这么一个障碍。除这一个障碍之外，其他的什么障碍都没有。华严经讲的四无碍，它通通具足。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所以它有能力供养变法界一切诸佛如来，他有能力分身去供养无量无边诸佛，他能分无量无边身，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他在供养，供养修福都有他在闻法，诸佛在说法他都在那里听法，闻法是开智慧，福慧双修啊。所以在十报庄严土的人啊，他们的事情每天干的事情就是供佛闻法。再就是呢帮助众生。有缘的众生他能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心里想见佛，他就现佛身；想见菩萨，他就现菩萨身。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应身去帮助这个众生，帮助他转恶为善，帮助他转迷为悟，帮助他转凡成圣。他能在设防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教化众生，他没有妨碍啊。等到时间到了，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他就回常寂光了。回常寂光那就得大自在了，跟众生起感应，纯属于自然的。常寂光什么没有了，念头也没有了，我们讲心也没有了，身心都不见了，身心变成了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万事万物都在常寂光普照之中。所以诸佛如来跟我们一体呀。就像我们在这个小讲堂，这么多灯光照到我们，我们的身心跟这个灯光融成一体，自自然然融成一体。可是我们这边的光呢，你隔了一层皮肤，它照外面，里头照不到。常寂光不一样，照透了。
那里面全照见了，它没有障碍。啊，像我们现在讲的 X 光，啊，紫外光，它们有没有？它能穿透。啊，所以长寂光是一切光的源头。啊，那是自己的真性。啊，自信的相是一片光明，叫大光明藏。啊，这才真的究竟圆满了，回归自信了。啊，这是设方如来普度众生的本愿本怀。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初念稍稍止住一点，身心就感到自在了。啊，细念从来没有停过，这个细念一秒钟1200兆1600兆的念头，啊，单位是兆啊，啊，1600兆，这个频率在波动，它没有停过。是行人倘若错认，变云相应，十大扭错误啊。啊，修行人如果认为我们有一点点小功夫，心地得一点清凉，就误认了，我已经得定了。啊，已经见性了，这就错了。于是大慈悲佛，心无缘至此，垂此奇妙方便法门，直方立相，摄心专注，即此妄心持佛名号，念业佛名，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念得纯熟，乃妄能所，心无所住，佛号分明，暗合道妙，便其无住身心之妙地。这个几句话说得非常之好，把净宗的真正妙处啊说出来了。啊，你这些的方法真妙。我们要用平常的方法，总是要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么这个方法首先要感谢阿弥陀佛。不是阿弥陀佛想出这个方法，我们没有得度的机缘啊，所以他用这种奇妙方便的法门，就是直方立相，摄心专注。那我们真占便宜，一天到晚向往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会想着，哎，哪个地方是西方，我们面对着西方啊，相信西方那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现在加持我们，
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是他加持的时候，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是同佛善根福德的时候啊，善根是智慧，智慧福德跟佛是同等啊，摄心专注啊，摄心是收心。大师之菩萨教给我们都摄六根，就是摄心专注，就是专念，一心专念。你看即此妄心，我们现在支持佛号的是妄心啊！啊，念一佛名呢，这一句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要念佛。念一佛名，唤出百千万亿妄想杂念。念这一声阿弥陀佛，真的换了百千万亿妄想杂念吗？这话真的吗？你们谁相信？我们在一起一同学习这么多年了，我问这个话，大家一定要相信。啊，为什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心有所念，这一念的时间多长呢？一弹指。我们念这一声阿弥陀佛不止一弹指啊，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最快这一念大概要半秒钟啊，两声佛号就一秒钟，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了？1600兆啊！这你说的百千万亿妄想杂念，有没有超过1600兆？没有啊！这个话是真一点没有夸张啊！啊，一秒钟啊，我们的妄想杂念呢？已是1600兆，我们念这一句佛号，不就是把1600兆的妄念还过来了？这法真妙啊！所以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啊，说得非常的保守，念到成熟，乃妄能所。啊，能念的心忘掉了，所念的佛忘掉了，但是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不停止，还在那里念。啊，自己感觉什么？感觉身体没有了，或者是下半身没有了，或者是上半身没有了，很多修行人有这个境界。啊，我们自己也曾经有过。啊，这是什么境界呢？这是妄能妄所的境界。啊，这境界并不是很高。念到专一的时候，这境界就会显现。心无所住，可是佛号分明。啊，一句接一句念，念下去。这叫暗合道妙啊，遍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叫无住生心。念得成熟，妄能妄所，心无所住，就是《金刚经》上的“一无所住”。
啊，佛号清清楚楚，也是一句接一句，这叫圣贤。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金刚经》上说的妙谛，我们用直方立相、摄心专注，可以修成功。啊，别的法门不行啊，这个法门行啊。念到功夫成熟，一切法门全贯通了。无量法门即是一门，一门即是无量法门。我们看底下这段，夫众生之生灭性，处处能缘。攀缘呢，就是妄想啊，可以想过去，可以想未来，可以想此地，可以想他方。啊，生灭性就是妄想。啊，前念生后念灭，但是它的能量非常之大。啊，它就是不能圆般若，它圆不到自信。啊，自信里面无量智慧它圆不到，自信里的智慧就是般若。须未登别教地上之菩萨方能其入。啊，别教地上菩萨就是初地以上，在华严经语言叫初住以上。啊，这样的人于无住时即生心，于生心时即无度。他无助跟生心是同时的。实际上本来是同时的。啊，可是我们迷失自信太久了，总是把它打成两段。啊，一时生心，另一时无助。无助的时候不是生心，生心的时候不是无助，可见凡夫俱分。啊，凡夫对于《金刚经》的境界没有办法切入啊。但是念佛人不一样，念佛的人呢，暗合道妙。这一句话不可思议。啊，可以切入这个境界。啊，虽然心里什么都没有，这一句佛号继续不断。佛号虽然继续不断，心里头也一无所有。无助跟身心是同时，不是两极。今此净土法门，教众生持名念佛，令众生
即念离念，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巧入无念，即凡成神。啊，这就是经中所说的一心不乱。啊，不是事一心不乱，这是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跟宗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境界完全相同。跟教下大开圆觉的境界也是相同。啊，大开圆觉，对于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法不贯通的。啊，他不需要学的。啊，一部经通了，一个法门通了，一切全通了。这是佛法。啊，跟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法学一样，只懂一样，各行如各山。啊，他不能够全通。为什么？他用识。他用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不通。那佛法为什么会通？他不用识，他用智。他用真心，他用真智慧，所以他能够一切贯通。啊，真心真智慧都要把虚妄放下。啊，什么是虚妄？执着是虚妄，分别是虚妄，妄想是虚妄，这个东西只要一放下，真心就现前。啊，用真心，不用妄心，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能得定。那是什么定？自心本定。啊，慧能大师开悟告诉我们的，何其自心？本无动摇，自心是不动的，啊，没有摇摆的，这是自心本定。啊，换一句话是，本定才是你的真心。那个念头起伏，这不是真心，这妄心。啊，用念头起伏，你学来的是知识，用真心呢，你学来的是智慧。智慧能圆成佛道，能帮助我们自己回归自信，这个不可思议啊！知识不行啊。啊，在这个世间，知识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啊，可以做个佛学学者，啊，专家学者，啊，也能讲得天花乱坠，啊，也可以著作等身，但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烦恼习气没断呐。这就是古大德了，常常勘验学人，你会吗？意思就在此地。啊，你会不会？会，就是说会用真心；不会呢，你还是用的妄心，你还是用分别执着。啊，会的人不用分别执着。学得快呀、啊、
啊，所以这一定要晓得净宗之妙，净宗的殊胜妙在哪里，殊胜在哪里，好在哪里，要能说得出来。就是教众生持名念佛，帮助众生积念力念啊，我天天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着相不分别，哎，我不分别不着他，我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并没有阿弥陀佛断掉啊，真可以不执着不分别啊。如果有杂念进来，妄念杂念很多，印光大师教我们即速念佛啊，就是用他的身念法，身念法速呢暗记，直记一到十啊，再从一到十，永远是一到十。这个方法是不让杂念进来啊，如果念的时候没有杂念了，就不要计数了，完全是暗合道妙啊。这个方法高就高在即念力念，其他的法门是高级佛法时，它力念是无念啊，心里都真没有念头，但是又很容易起误会啊，堕到无明里头去了。他修什么？修无想定，无想定的果报在四禅天，无想天，这变成外道了，这个很麻烦啊。啊，我们想到袁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的禅堂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那是无想定啊，那不是真正禅定啊。啊，云谷禅师问他是怎么修的，三天三夜不起个妄念是很难得，这功夫算是不错啊。他是很老实告诉云谷禅师，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20年一点差错都没有，那命既然注定了，还有什么好想的呢？干脆不想了嘛。所以他那个定叫不想，就是无想定了。那无想定还是迷惑颠倒，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有定没有慧啊，佛教给我们的定是有定有慧啊，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叫定慧要均等，这才能入定。这两个不平等，慧多定少，人心就慌乱，就定不下来，叫掉局啊，心里七上八下。如果慧少定多呢，就打瞌睡啊，精神提不起来啊，一定要他两个平等哦，这就入了定了啊。这入定也不容易啊，哪有念佛容易啊，念佛这个功夫比他高啊，超过金刚经太多太多了。这些理搞清楚，我们对他才会相信，才不会怀疑，知道这个法门妙啊，跟华严法华没有两样，成就老实说比他还殊胜。
啊，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真不容易啊！啊，我们这一生能遇到，别空过了。啊，这才是我们一生第一桩大事，其他的全是鸡毛蒜皮，不值得一提。啊，所以你看，即念利念呢，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巧入无念，即凡成神。啊，你到极乐世界，哪有不成神的道理？啊，这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在加持你，把你提升到阿惟越智菩萨。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一点都不疑惑了。故苏超越越三起于一念，越是超越，超越三大阿僧祇劫，就在一念。这三大阿僧祇劫是谁啊？是十宝图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你这一就一个持佛念、持名念佛的方法了，超越他们了。其住身于片言，片言就是一句佛号。住身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你跟他们平等，你还超过他。摩诃娘就赞叹：“智哉妙用啊！”智是到极处了，啊，妙到极，妙到极处，妙到顶点呐、啊！真真不可思议。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其他法门乃证入无生，故为难行道。念佛法门巧入无生，巧妙啊！那他们那个是正的，正当方法走的正科僧呢、啊？我们这是巧方法了，巧方法超过他们啊！你看，经此经业，巧入无生，该一心道也。这个巧入啊，容易，正入很难呐、啊。念佛法门，乃修行之捷路、经路啊，经路是近路、直路，不拐弯的啊，最近的一条道路。那换一句话说，其他法门不是近路，是拐弯的，会达到啊，但是这个路走得很远，绕很大一圈才达到。而持名一法呢，又为四种念佛中的捷径，故称经中之经。经路里的经路啊，四种念佛，这是净土宗说的，有十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观相念佛最后一个持名念佛这四种前面三个都难
啊，观想十六观经里头，第一观，落日悬苦，啊，看每一天晚上太阳下山，看这个红太阳，观成了，无论在什么时候，太阳都在你面前。你睁着眼睛，太阳在面前；闭着眼睛，太阳也在眼前。你试试看，你什么时候能观成功？很难呐！啊，这个十六种观法，无论哪一观，只要一观成就了，都能往生。为什么？心系西方，跟阿弥陀佛相应。啊，观相念佛，得有大福报啊！啊，造一尊庄严、微妙的阿弥陀佛像。你一天到晚对着他看，你看他，他看你，这叫观相念佛。你离开相，离开相就没有了，就断掉了，功夫就断了。你一天到晚不能离开佛像，所以这要很大的福报啊！生活不成问题，有人伺候，有人照顾啊，他有这么空闲，一天到晚面对着佛像。也不容易啊，想去关就空了啊，多难！念佛容易啊，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场所啊，大声念、小声念啊，默念，心里头念啊，金刚持，口有动，口没有声音啊，口时时在念，但是不出声音，叫金刚持啊。默念，口看不出来，心里是在念啊，所以持名最方便呐、啊。持名念到念而无念，那就是实相念。所以持名通实相，这暗合道妙啊！这是四种念佛里头啊，最近的经中之经。又本经，你看不常一心不乱，不提倡啊，一心不乱不容易啊。有人读了阿弥陀经来跟我说，经上的标准是一心不乱，我做不到。他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啊，弥陀经梵文原本不是一心不乱，是一心细念啊，一心不乱是鸠摩罗什大师他翻的，是他的意思，那不是佛经的本来的字啊，找梵文原本看就查出来了啊，他翻的不错，不能是他错他这个翻。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啊，念佛念到功夫成片，这才能往生，就真的把妄念杂念念掉了啊，清净心现前了，这并不是一心。这样的功夫在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佛光一照，你的功夫马上就提升一等
啊，就升等了。佛光一照就升等了，那功夫成片就提升到四业心不乱。念到四业心不乱，就提升到离业心不乱。所以他没有说错。啊，讲清楚，讲明白，我们就知道了。啊，所以经一定要明白，不能含糊，不能有疑惑，有疑惑就有障碍。啊，我们念到功夫成片是可能。啊，这个不难。四意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了，他的功夫等于阿罗汉。这现在人做不到啊。理意心不乱是明心见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放下了。啊，离一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啊。啊，这个不是凡夫能做得到。啊，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有功夫成片的功夫，往生的时候就是四意心不乱。所以本经无量寿经上不讲一心不乱，这以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叫修学的宗旨。啊，修学最高指导原则。啊，就这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而发菩提心这一句，藕益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太好了。印光大师非常赞叹，啊，古大德没说过，他说出来了，啊，他说，真信有极乐世界，真信有阿弥陀佛，这就是发无上菩提心。菩提心是愿，是信呐。啊，真正肯发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真有这个愿，真信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这就好办了。啊，可不能怀疑，可不能犹豫，不能对这个世间有任何贪念。为什么？有贪念你就去不了，那就是你的业障。啊，这个障碍起不起作用，是你自己做主，别人做不了主。我自己肯放下，他就障碍不了，我就稳稳当当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要放得干净，不要有任何执着。啊，然后一向转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啊，
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不往生的。所以但能发心转念，皆可往生，故更为明确简要，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精确，简单扼要。是故此经称为净宗第一经，啊，净土宗第一经呐。因为其啊，因其为直接中的直接，方便当中的方便，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啊，这个经这样的细说，主要是它真的是难行之法，真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的疑虑就断掉了，我们这一生呢，真正得到无量寿经殊胜的利益，这太殊胜了，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要知道这个做佛是跟阿弥陀佛完全同样的佛，不是别的佛啊，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把我们的身份地位提到这么高，所以一般人不相信啊。日本净宗大德推崇此经过于我国，这真的啊！日本黑谷大经社这个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海谷是唐朝时候人，在中国留学，善导大师的弟子，回到日本之后把净土宗传到日本啊，是日本净宗第一代祖师，啊，与往生教有根本亦有之末啊，此经名根本，于今明之末，那么净土主要的经典现在有五种：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弥陀经、啊普贤行愿品、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五种经以无量寿经为根本。其他的是智谋啊，是此经呢是根本呐、啊，于经是智谋，又此经名正往生教，于名旁往生教啊，这是正的，其他的是辅助的，我们讲正助双修啊。又此经啊，名往生居住教；他经名往生不居住教。居住是圆满的意思，
啊，这个经确确实实讲得非常圆满啊，把极乐世界的缘起、阿弥陀佛的历史全都说出来了啊，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怎么会实现啊，理事性相因果面面周到，让我们身心不一样。啊，他经想弥陀经讲的简略，极乐世界历史没有说，四十八愿怎么来的没讲啊，观经只偏重在理论跟方法，其他的都不说了，只有这部经讲得圆满，讲得完整啊，面面俱到，说俱上之意也。净土宗啊，譬如妙高峰头啊，净土宗好像是高山呢、啊，山峰啊，而本经呢，正如峰头之顶尖啊，这是用比喻说，说明这个经的殊胜啊，本经为当来一切寒凝，借以此法而得度脱啊，这是佛说的，就在无量寿经上讲的，当来是将来，佛灭度之后，特别是末法之后啊，一切寒凝都是以这个法才能够度脱，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是指利己众生，此经为最也。持名之法了，暗合道妙，最易行故啊。这个暗合道妙的一句话说得太好了。道妙是大般涅槃，道妙是诸佛所证的果法，啊，没有想到持名跟实相相应，啊，念佛只要念下去，自自然然会念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你不要着急，你不要去想，不要去作意，一直念下去，自自然然入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身心。啊，就是大乘道妙啊。啊，所以最易行。很容易你就能证得啊，这个是功夫啊，不在他们之下，实际上呢他们得不到佛力加持，我们这个地方不但得弥陀加持，本师释迦加持，一切十方诸佛加持，这个到哪去找去，没法子比啊，所以一定要知道
啊，这一生遇到空过，那叫真正可惜。啊，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也深深觉悟到，我们要彻底放下。活一天，读一天《无量寿经》，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这部经，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法门、什么样经教，统统放下了。啊，我们对于一切经教，只有恭敬、赞叹、供养。我们自己不学了，学善财童子老实念佛啊，一门深入啊，我们决定得生净土，决定亲近弥陀啊。同学们如果真发心，将来在极乐世界我们又会在一起啊，今天时间到了，就学到此了。